动作打得不够干脆啊，啊，踢动作不够干脆，再打出去。再一个你看我踢你中了以后，你踢我，你不能让他打上以后，你好不容易踢了一分，对不对？那你再踢上我，你这没有了吗？是不是？你我踢上你以后，你再踢我，你再进行一些格挡，对不对？那么我踢你，是吧？你再踢我，再进行一些摔法。